在这儿鬼鬼祟祟的？我可不可以动一下？你干嘛呢？你这是啊？起来。谢谢啊。哎呦，哎呦，你误会了，我是你楼下的邻居。你是我楼下的邻居？是啊。那你到楼上来干什么？我刚才啊，看见有一个人进了你家房门哦，还抱着你家东西就走了。我家房门本来就是给人进进出出的，难道你们家房门是给猫留的？不是，我告诉你吧，刚才那个人是我老公。是你老公啊？我看见那个人啊，长得蛮猥琐的，好像小偷啊。什么叫蛮猥琐的？什么叫长得像小偷啊？啊，你长得好，长成这样，跟土豆子成精了似的。你说话满嘴娘们味儿，你这样好啊？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讲话呀？我跟你讲啊，今天我是在家里休息，这个时候我就听见有个人在开我家房门，我就走过去一听，我这一看，哎呦，你猜这怎么着？原来啊，开我家房门的就是你所谓的老公哦。什么叫所谓的老公啊？难道你老婆是比如的吗？不是，你说这个人啊是一个很有良心的人，我看见他上楼了，我怕他偷东西，我就跟着他上去了。哎，我问你哈，就是最近咱们社区里边好多猫都被饿死了，你听说过吗？猫被饿死了？为什么？因为耗子啊都被狗抓走了。哦，耗子被狗抓走了。我说这耗子被狗抓走了，是不是狗拿耗子都管闲事嘛？我钥匙啊，这怎么又是你呀？你怎么又来我家了？不好意思啊，我啊刚才光顾盯着你老公了，我把钥匙落家里了，我进不去家了。你进不去家，你来我家干什么？我想借你家电话用一下，给我老婆打一个电话。这样吧，我允许你到我们家打电话，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什么？我老公这个人吧，他看上去很憨厚，但是特别的小心眼儿，可爱吃醋了。你要打快点打，明白？好，我这个人讲话很快的。快快快，谢谢啊。哎呦，真是呀，你说怎么天底下的男人都一个德行呢？我老公也把钥匙给落家里了。是吗？是什么？谁跟你说话了？我跟你讲啊，我也经常把钥匙落在家里啊。我老婆，宝宝啊，我是老公健健呢。哇，够贱的。宝宝，你猜我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呢？不嘛，你猜嘛。猜什么猜呀？喂，你好，我是你们家楼上的邻居啊。你老公把钥匙落家里了，听见没有？再见，拜拜。挂了。你太磨叽了。你说话一直都这样的，我真受不了你。快走吧啊，一会儿我老公真的回来了。好好好，快快。我真的回来了。没事，你给他开门，我跟他解释一下。你怎么解释呀？我老公这个人，他只要，哎呀，他不爱讲话，只爱动手的。那你老公是干什么的？拳击教练。哦，拳击教练。你干嘛呀？你老公不会打死我吧？藏哪里啊？别动，听我的，藏在我的身后，我让你走就快走。好。哎呀，哎，帅哥，干什么玩意儿？你猜我是谁哦？哎呀，我的妈！你别整这死猪，谁玩？你猜猜我是谁吗？亲人在一起还有什么猜不出来的？快，整着，这干什么玩意儿？哎呀，老公。
这紧张死我了，这需要修电视。你说你不是，我不是打扮的好看一点，让你看看。哎呀，行行行，赶紧走吧，拿包，快快走吧，快走。今天咱们在外面吃饭啊！什么玩意儿这么费劲？你快点吧！这一天，哎呀，你这再见。好，谢谢三位精彩的表演，有请我们的三位主审进行点评。梁宏达老师，我是感觉这个小品小彪的这个发挥啊，和上一个环节比有很大进步。你演的是一个上海小男人。胆小怕事，你的核心是好人难做过程当中，你不想把事情弄大了，你把胆小演出就可以。所以说这一块我觉得尺寸把握上还有增强，但是整个这个表演的放松程度呢，已经比你刚才和小唐那个小品要好很多了。好，郑文老师，这个今天我看到的三个小品如出一炉，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就是爱情啊是戏剧和电视的永恒的主题，是吧？大概全是这一个内容的。不过这次主要是给了我们小彪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让你怎么样去表演一个上海的或者是南方的这样一个小男人的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和语言驾驭的能力。你这个逻辑思维和你的形体的表演加上你的语言驾驭的能力，我觉得都还是可以给及格的分数啊！我觉得演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感谢老师。其实这个作品都是他这个相互误会啊，就是我觉得应该一个人不在误会里边，别两个人都在误会里边，两个人都在误会里边就容易让人感觉到这个东西愣做出来的。如果你说我进屋上我把钥匙都是很正常的，我把钥匙那个我给结果打个电话，我钥匙落到你家了，就你把这个东西把正常演了，完了你的老公呢，大脚的老公呢是属于小心眼的，这不能看着的。他说你那你赶紧出，我老公这怎么能怎么可能啊，我来个接个电话很正常，我就是你们邻居，我就是你们什么，就是把这个东西弄得不是太清楚，两个小心眼，就是他们家可能也会发生这个都相互之间的那种不信任，就邻里之间的不信任，因为你刚开始就没进来。好了吧，好，谢谢三位评审。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全球补水领先品牌温碧泉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我要上相亲》。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辽宁卫视新浪微博、辽宁卫视腾讯微信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通过新浪娱乐、腾讯娱乐、优酷、搜狐、网易、凤凰、爱奇艺、土豆和风行网来观看节目的精彩花絮和动态视频。好，接下来让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有请出我们今天三位百姓喜剧达人再次来到我们舞台上面，掌声有请赵博、张瑞雪和齐小彪。今天三位呢都有非常出色的发挥，接下来呢就到了非常紧张的时刻。在三位当中，首先有请我们三位评审老师统一意见，然后呢给出我们一位直接晋级的名单。现在有请三位评审老师汇总一下意见。好，最后决定杨老师，我们三个人的意见，对，三个人一点。我们三刚才基本上统一一下意见，直接晋级的是赵博，恭喜赵博，直接进入到了我要上相亲的决赛。没错，我们也希望赵博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有更出色的发挥，再次恭喜他。谢谢，谢谢赵博今天这么精彩的表现。好，现在张瑞雪和齐小彪留在了我们的舞台上，接下来我们有请三位评审老师各自给出意见，帮我们选出一位晋级，另外一位选手将会非常遗憾的离开。我先说啊，我先说，谁最后说起？我支持张瑞雪。谢谢老师，恭喜张瑞雪一票。票。我也支持张瑞雪。谢谢老师，恭喜张瑞雪。其实按照规则，现在张瑞雪已经直接晋级成功。当然。但是我们要听一下本山老师的意见。我倒觉得，张瑞雪呢。